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卫电视公司台记者的播新闻》，我是陈怡君。那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立法院继续审国会这款法案，那被两党要拼三读。立法院外口抗议的民众，估计有一万人左右。中国伟大军演两天，欧盟、联合国和美国拢呼吁北京爱有准则，反对用武力威胁方式改变台海现状。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造势，舞台煞被风吹倒，造成九位民众死亡，阁有121人受伤。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今仔日立法院要继续来审国会这款法案。伫咧立法院外口要求撤回法案的民众是愈来愈侪啊！即马伫咧青岛东路是已经无法度阁予人入去啊！民众拢爱往济南路家行，警方嘛一直咧扩大交通管制范围。主办单位是估计现场有10000人左右。咱即马就连线予台语台记者郭碧君、林旭凯来看现场上新的状况。是下晡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立法院四口为民众抗议的状况。即卖使看到，甲早时落雨的天气无同，即卖台北市过道了后，天气是愈来愈好，现场的民众也已经是愈来愈多。根据主办单位统计，即卖人数是已经有哇10000人左右了。啊，那记者头都嘛有访问到特别休假来参与活动的民众，也够有高中一年特别向学校甲父母来请假来参与活动的这高中一年的学生啊，咱来看伊是安怎讲的。进去就开始，就是开始准备啊，准备一寡物件来。准备啥物件？跟你小。准备这。我家己自费做一寡，就是布条啊，啊，搁旗啊。就是一开始在网络看嘛，啊，就哎，拢立法院内底足乱的，啊，开始去找资料，因为有哪个讲哪个话。青讲青话，啊，开始网络有足侪资料，我就看迄个沈博阳、个苗博雅的资料，个就反正伊拢分析了足正确的，啊，我才会知影讲原来代志遮大条。我就好像发现说，这种那个我们学生好像也可以参与这种社会运动。然后呢，那时候我昨天晚上就特别。就是做了这个牌子。刚开始那个讲，刚开始跟父母亲说明的时候，父母亲他们的态度，其实上就还蛮中立的。然后到最后，那个老师就那个父母亲就说，那个好，你可以来，但是你要注意安全。然后呢，只要人开始有暴动的话，就是跑就对了。现在看到即摆人丁是愈来愈多，诶，现场已经是超过1000人左右。即摆人丁已经是满到中山南路、青岛东路已经是无法度过入去啊。民众拢爱往济南路的方向来行，警方也甲管制区域是继续扩大，定江街一部分是已经无法度入去啊。民众敢若通为中孝东路沿中山南路进入济南路的会场。以上是公司第一台来自立法院的连线报道。咱感谢碧君带咱来看上新的状况。今仔日立法院要继续来审国会这款法案，若被两党要甲已经是通过条文并三读通过。今仔透早议会开始进行咧，即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和民众党的立委麦玉珍，因为小 A 落尾算是起脚动手，这两个人拢互相指控，讲是对方先出手的。那你就请你党团安静一下嘛，要不然我从头到尾再念一遍。民进党团长叫郭建铭，爱韩国瑜国会较大声的，引起韩国瑜回嘴。拜五立法院议会较大开始，民进党团就对举手表决的方式有意见。韩国瑜宣告议事规则，说好立会干扰，最后经过表决，依然用举手的方式。立委王世坚故意举双手，用行动表达不满。按过伫议会开始进行，双方就先伫议会的边场。民进党立委林淑芬甲民众党立委麦玉珍因为杀来杀去爆发用棍才会肢体冲突，麦玉珍用兵捂面，然后过去严重，讲无排除要提告林淑芬。啊，他从后面过来打我，再说我就转过来这样子，就我也没有看到后面嘛，对不对？我就要转过来这样子。我是自我防卫，他先出手，我自我防卫。即马流行，即马是咧流行哦，怕人怕救人。因为两会发生已经知道的国会这款法案部分条文包含总统国情报告上台化，表示国会最顶要变支持三读。总调不管其自查暗时就伫个机场门口，那下呼吁队员爱尊重多数。不管是调阅或听证，他都受到现行相关的法律的保障，并不像民进党现在对外所宣称的，好像呢
立法院的权力无限的扩大。民主进步党版也有国会调查权跟调阅权的制度设计，但民进党版合乎宪法，也有严谨的启动程序。那被推表示国会罪，按过那会国从现自杀和外媒问到反质询定义。则讲立法完成了后，阁详细解释引起争议。既然还说是通过之后才要向人民交代，这到底是什么滑天下之大稽？必须要法律设立完成之后，才会有判决判例的产生。那其实我后面那一段只是在讲这，可能我没有讲清楚。国会这款法案调下立会继续公行，上演表决大战，可能会变到半暝啊。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目前在审国会这款法案，伫咧外口抗议的民众是愈来愈侪啊！有公民团体发起串联的活动，伫全台湾七县市做伙来抗议。中昼之前咧，这干那立法院外口就超过5000人啊！目前是已经有10000人左右。为着要避免发生意外，中央是派400个警察来维安，立委要出席拢会护送。不怕好事，做伙抗议，话声比大声。不分立法院继续审国会职权相关的法案，另外人唔那无减少，反倒来继续增加。真侪民众到现场，情绪正激烈，客满青岛东路，也各色的手棒一个比一个有创意。另外一边，济南路也愈来愈侪人，现场老中青拢有，各高中生请假上班上班。到早起11点，主办方统计现场人数已经超过5000人。我今天是特别跟学校请假，我就感觉有一种使命感，想要捍卫台湾的民主。立法院大乱之后，觉得他们这样真的很不 OK， 然后觉得再不来就没有机会再为台湾再发声了。这场电控活动不但在北部展开，国民团体各号召全台响应，串联国内。七管七发起抗议活动，做一个就是在大学里面的一份子，必须站出来说，就是有争议的议案退回去重审。我们要求公平正义的讨论，我们拒绝黑箱的一个国会作业。议场内底闹哄哄，立法院外口也有关分配，就惊冲突发生。中央也有关警力戒备，出动200人到场，200人台兵，另外也设古碑。方便院区真侪出入口，各党派立委行出议会，各经理来护送。警政署要求每个县市的保防组的同仁，跟他们在地的立委哈、区域的立委或者是其他立委，跟他们要求就是请他去问立委本人有没有需要随护。我们请内政部、警政署及时的掌握各种状况，对于所有集会参与的民众自身的安全。都要做到非常周到的保护。抗议声音是继续增加，警政署要求各县市警局主动联络地方协助申请安全警徽，维安武警全面提升降低危害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伟大军演第二天，昨日三几天，中国是拢总派49架军机、19架军舰，阁有7架海警船走来台海周边。咱国防部嘛，头一次公开国军 P-3C 反舰机为天顶监控中国军舰角度，国际拢正关心这台海情势，包括欧盟、联合国、甲美国国务院，是拢呼吁北京爱有战争。中国宣布伟大军演第二天，讲演习重点是检验联合大权，要核监控能力。也咱国防部第一摆公开国军 P-3C 反舰机伫空中监控这架强舰的视角，并且公布5月23日规工有49架强机、19架强舰、甲7架海警船伫台海四边活动。这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P 1223号艇，你已进入乌丘禁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影响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请立即转向航离。海巡人员5月20号早伫马祖东引乌丘岛水域，甲7个月第8摆驶入咱国限制水域的中国海警准备队赶离开。金门海龙快艇的训练照常举行，金狮守备大队也执行例行性的机动演练，驶CM21装甲车出巡。花莲空军第五联队甲台东制航基地的战机飞行训练正常进行，有军事被摄到，分别有2座向二、向三飞弹车进驻垦丁国家公园，实弹警戒，加强防护。
中国军演和台海局势引起国际高度关注，后面发出声明，强调反对任何用武力或是威逼方式改变现况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正在密切观察台海的情势，呼吁有关各方避免采取核武或局势愈恶化行为。美国国务院是讲，美国甲台湾正在协调，并且强烈呼吁中国爱有站在。台海局势紧张，美军太平洋舰队宣布要在6月2日举行2024环太平洋军演，邀请包括美日、印、俄、英、菲等29国参加，阵容是比前一届搁较大，要联合盟友压制中国。不过，咱台湾有关无受邀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疫情，由性防止控不输鬼对查某助理卡来抽台。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今仔早起宣判，一审是依照强制威慑罪，甲游行判八个月有期徒刑，专案犹阁会使上诉。根据检方起诉的内容，指控2016年游行送查某助理登去处理，讲要借便所，入去人家尾也算唔走，对人卡来抽台，阁内要奖金，即个指控游行拢唔成真。按照今年3月，游行涉嫌透过朋友去找这个助理，想要倒口经。不过律师说，游行是想要去和解，去让拒绝。经过检方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一审是判八个月有期徒刑，专案还阁会使上诉。东部有一间国中带学生去垦丁毕业旅行，今仔透早煞有6个学生汹汹开始吐，人昏去送病院。病院讲毋是食物中毒，经过治疗，学生是拢已经出院啊。按照详细原因，还阁爱调查。目前这毕业旅行行程有完照行。男同学倒伫涂骹，意识无清醒，除了伊之外，还阁有同校另外五名女同学，嘛陆续出现着吐，还阁有头晕的状况。现场有什么病史编写？都没有，完全没有。老师赶紧通报警方消防局，根据了解，上亿学生拢读华联某一个国中，因为学校毕业旅行到垦丁来佚佗，住垦丁大街的旅馆。24号暗时出外了后，回来旅馆，就陆续有人出现着吐，还阁有昏迷的状况。抵达现场之后啊，那现场一名男同学啊，直接倒卧在地上哦。那旁边的同学有说有呕吐的状况，那现场男同学就是表情痛苦。他目前那个据医师表示啊，那现场没有食物中毒以及那个酒精的反应这样。院方已排除食物中毒，目前六位同学经急诊医师诊治后，皆已离院。南边学生拢无酒精的反应，管护表示病院已经排除掉食物中毒的现象，详细原因搁在调查。一开始来住的时候都很好嘛，然后他们去逛大街，陆续可能是惊慌也会传染嘛，然后就开始陆续就有别的学生也发生状况。学校师生对这个代志拢无爱归的，团队的队友只是讲学生回来了后状况正常，会继续因后边的行程。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家人一个因为杀人未遂判刑确定受监护处分，这姓简的查甫人为病院逃走出来，家人的警方防止伊讲无即时通报，行踪将押上班。事后调查确认家人的南宫病院拖超过4点钟才报警察，要甲罚9万块。这个姓简的查甫人有司角色调整，犯下杀人未遂罪，伫病院接受监护，煞逃走出来，第四天才伫新北抓到人。基隆市卫生局调查了后，确认这家人的南宫病院，伫咧人逃走超过4点钟了后，才通报警察。市府认为这间病院已经违反精神卫生法，引起社会惊吓，造成安全的风险，所以要重罚9万块。嘛要求这个病院要加强病人的照护甲管理。台中捷运拜祭发生攻击事件，有一个17岁姓卢的高中生，甲一个28岁姓柯的查甫人，互嫌犯扑着伤，当在住院。家属是希望未来会当设计一挂防卫家私藏伫咧车厢内底。台中捷运是感谢家属的建议，强调讲未来会继续来检讨改进。讲到囡仔伫一捷运，互人家都扑着伤的代志，姓李高中生的老爸心内是真唔甘，真的很痛。那把刀砍到每个父亲的身上，我想应该是很痛的。那我希望这种痛到我这边就截止了。苏东西姓杨的嫌犯入去捷运车厢了后，就提出自身忏悔的刀啊，要给人抬。17岁姓李的高中生未付反应，去后扑着伤，造成几内大外伤，鼻仔骨嘛骨折。经过救治、休养，即马是恢复了真好。
阁会当阁共病房辛苦的民众开讲。因妈妈是真感谢外界关心，啊，那老爸嘛提出设计图，希望一温会当买防卫工具，放伫咧车厢内底。我就是放在决定车上，不管是警方、民众都可以。主要是警方还没到之前，民众 有一个工具可以自保，例如盾牌可以去挡刀啦，让这个时间不会造成更多的伤亡。姓李高中生的老爸表示，代志发生的时阵，车厢内底无任何的防卫工具，民众干那会当提随身物品来动。希望一温会当伫每一只车厢准备一个盾牌佮三支安全棍啊。台中一温对此是表示感谢，嘛讲会佮建议。市警局也加派了一个警员，以及公司也加派了保全在列车上去加强巡逻，全力来维护乘客的一个安全。捷运警察队表示，目前在各站区拢有配盾牌、警棍佮喷剂，警察随身嘛拢有扎相关的器材。对县立高中生因老爸的想法，会佮参台中捷运讨论。记者台中报道。因为台海情势不稳定，而且中央银行阁维持高利率，目前全球的经济发展也无法度确定。台经院是预测要到九月才会降利息，咱台湾中央银行六月利率维持不变。另外，受到美国大盘影响，今仔日台股开盘就衰落200点啊。虽然落尾是有靠这科技股救回来，不过收盘是落42点，收跌咧21,965点。二是大股开盘大拉，规个钱顺顺，盘中卖落超过200点，好个在 AI 概念股有动，落价幅度才有收敛。专家认为，中国军演不是大股落价的主要原因。美国股市呢出现重挫的走势，尤其是道琼指数跌幅相当的深，那所以这个也使得我们今天的台湾的股市呢是跳空开出低盘，开出低盘之后呢，大盘之所以能够呢做出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弹的一个走势，是以鸿海为首的 AI 概念股呢今天的表现是相对的比较强势。专家分析，最近台股可能都是无稳定的变动，市民爱特别注意，全球经济景气的动向也是有市场的关心。台经院二是开记者会，公布近期动向的调查报告，发现最近地缘政治的风险紧张，国家美国、欧盟加中国对特定产业的贸易做法渐渐有升温，全球的通货膨胀加经济发展无确定性一定扩大。各界的预测，美国联准会对六月份的利率决策要降低利息的机会无大，上紧要到九月才有可能降低利息。台湾央行利率的决策是不是会过相关利息，外界拢在关心。他认为我们的物价是逐季走低，如果真的物价真的有被进口物价带上来的话，我觉得他才会去改变他现在的一个利率的决策。我认为六月我还是倾向他基本上可能不动作的机会比较大。展望未来，国内产业发展 AI 相关产业发展加强，不过传统产业可能受到国际政经局势，也是连环这个因素，短期间内影响未小。政府产业政策需要变动因应。记者综合报道。新内阁上任第五天，行政院长戴永泰甲内政部长刘世芳来到刑事局，听打击诈骗诈欺犯罪中心165反诈骗专线报告。戴永泰是呼吁立法院要赶紧处理打击诈骗司法的修法甲立法，让政府会当遵照法律来保障百姓安全甲财产。在一台中一温破案的事件当中，勇敢压制凶险的这位当头门的少年家，算有诈骗集团利用伊的名义要甲人拐钱。刑事局和台中刑大共同侦办，拜时抓到嫌犯宣布破案。为着要打击诈骗，行政院长戴永泰表示，已经有向韩国瑜要求赶紧处理打击诈骗司法的修法，也够立法提案。我希望韩院长跟我一起努力，把打诈司法通过，真的把福国利民的案件放在最优先。有争议的暂时摆旁边，人民会因为这样子看到国家持续往前进，会给我们拍手的。刑事局指出，去年针对诈骗集团的部分破案有2011件，破案率比前年成长18%。也那组织险啊，被诈骗的金额超过93亿，是前年的1.7倍。拜五，行政院长戴永泰和内政部长刘世芳来到警政署刑事局，听打击诈欺犯罪中心165反诈骗咨询专线的报告，麻烦为民警感谢警察的拍片。我们看到警察同仁们24小时坚守岗位，
而且是全力以赴来投入打诈的工作，在165的专线上面特别提供民众专业的咨询答复，而且成立了金融调阅小组，分析警示账户，找出潜在被害人，避免他们持续汇款的财产损害。那未来我们将延续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的目标，精进各项的打诈策略，尤其是要强化国际的合作。行政院内政部共同呼吁，若是民众遇到诈骗，一旦卡24点钟的105反诈骗咨询专线，有提供咨询、检举和报案的服务。另外，诈骗的手法直直有新出头。杜英台表示，未来若是打击诈骗司法通过，政府就有更加好的法律工具来保障民众的安全和财产。记者卢尚如、曾俊游台北报道。来关心天气，这几天雨落不停。气象署表示，因为台湾附近的云真高，所以到礼拜都会落雨。另外，在菲律宾东部海域的热带性低气压，今仔日较暗的，可能就会成做风台。后礼拜一会来到台湾东部海面，虽然未扫入来台湾，不过东部可能会有长影，就要特别注意。即阵啊，全台雨落未停，而且拢是落咧停咧短暂雨。虽然风面豆豆啊来离开，不过因为台湾附近的云也真高，气象署表示拜五甲拜六也是会继续落雨，尤其是中部以北甲东北部地区，加上东部外海的对流分析，地处东部地区拜五透早就开始落大雨，而且规天拢会受到影响。台湾这边其实云系发展都还是相当的旺盛的，所以其实还是不断的有些云系移入，带来一些降雨的情形呢。我们其实也可以注意到，在台湾东部外海还是有一些对流云系在做发展呢。那这些对流云系在今天清晨也对兰屿造成了豪雨的现象。那我们也不排除在花东以及绿岛跟兰屿，今天可能还是会受到这些比较强的云系影响。另外，菲律宾当兵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气象署指出，拜五透早八点这个气压是伫咧台湾南南东方向大概1700公里左右，较暗有可能就会来成做风台。但是伫台湾真远，预计是未来造成直接的影响。不过东部地区的民众要注意，而且到2月风台上接近台湾的时阵，东部会出现长影。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会在今天到明天逐渐的接近菲律宾东方，到礼拜天开始会逐渐的往东北的方向转向，然后往东北方向移动，因此整体的预报路径对台湾来说距离上还是比较遥远的。不过在27号，也就是台风逐渐在巴士海峡或琉球南方海面以东北上的时候，可能会为台湾的东半部地区带来长浪现象。气象署也提醒，拜五到礼拜妈祖开大风雾，影响人更多，恐惊会来影响到交通，所以有要坐飞行机的民众就要更加注意航班资讯。记者王可选、柯明哲台北报道。花莲四月初三大地震了后，秀林乡甲万英乡就出现两窟积水湖。虽然目前对水尾是未造成危险，不过刷落来就是雨水积啊，都惊这两窟若崩花会造大水。另外，树是雨有水尾，就要特别注意。花莲秀林乡的东门村，目过溪水尾，溪水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变化。不过，溪水头23公里的所在有一个隐晦。花莲大地震石头连来正做崩山湖，已经过五回，水是愈积愈多。你们会不会担心啊？会啊，会啊，还是会啊。比较担心什么？比较担心淹没。你若讲伊的水多的时阵吼，伊不是细抓，伊是安尼。你如果说这条溪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宽度的时候，你如果水下来，上来。另外，万金乡的万里溪水头也出现些崩山湖，虽然业务马上危险，不过因为准备紧急升级，外界正烦恼会放弃。这两个水位暴露是不是安尼，好大水冲掉？如果一次性的溃坝，水位大概会从50公分到150公分的一个抬升。那因为当地的部落河床高层大概有6米到20米的一个高差，所以纵使一次性的溃坝，这些水位对于部落的安全应该不至于会有太大的影响。林保署强调，虽然对部落无甚会大影响，不过行水区内活动人员也是有安全上问题，所以按24点钟监控水头雨势，那超过200毫米累积雨量，对通知地方政府提早应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的陆军副参谋总长因为外交去和军事法庭下令逮捕，上当恐惊是被判15年。这是四月以来罗西亚第四个国防部的高层以贪污罪嫌被抓去。外界认为这是罗西亚总统普京在整顿军方的行动。
俄罗斯媒体里沙报道，军事法庭下令逮捕陆军副参谋总长沙马林中将，理由是伊涉嫌大规模收乌西钱。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半以来对军事领导阶层进行的大动作改造，也是世界各大第四位被逮捕的国防部高层。Борьба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 эт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ая работа, это не кампания, это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должающаяся работа.Это составная часть, собственн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ших правоохрани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По деталям я ничего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ибо не имею на это полномочия. 这项指控相当会当判十五年。严格可能穆林将法林正在对俄国的各界军官进行紧缩行动，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月正解读国防部长绍伊古的职务，更有在经官僚出现的前副总理贝洛索夫接 BBC 报道，这件代志伫咧一年前，俄国的佣兵集团领导人普里戈金批评俄军的高层腐败无能，就让看到线索。路透社认为，俄军伫咧过去几个月点前线有进展，普京想要借这个机会通知经济组。支援前线战争，并且消除军中的腐败，也个浪费资源。因为俄战争也个在咧拍，挪威司法部李莎表示，将进一步函送俄籍旅客入境。挪威是北约成员国，加俄罗斯伫北极圈相接，边境有比较200公里。自2022年开始函送合法俄籍的旅客签证，以后除了探亲以外，俄国人恐惊完全拢无法度入境到挪威。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墨西哥后礼拜就要选总统啊！日前暗时有候选人办造势活动，不过这舞台却汹汹被风吹倒。虽然候选人人无代志，不过拢总有九个民众死亡，121个人受伤。民调即马排第三的总统候选人阿尔瓦雷兹的竞选活动进行到一半，却突然间透风，舞台先出一边，尾啊规个倒来。现场参加的民众看到这种情形是惊到哪走哪化。阿尔瓦雷兹是好家在闪开，不过现场是造成重大死伤。Vi muchos árboles caídos y en un tiempo tan breve ni siquiera hay una tormenta o hay una lluvia que esté. Ustedes ven cómo está la ciudad. Es verdaderamente atípico lo que sucedió. 意外地点，心理红这位健康官员讲，正在受伤的人是头骨被砍掉，头骨断去，为人情形正严重。今天候选人加总统奥布拉多拢对罹难者表示哀悼，就等于正死也警告讲，这个地区会有正强的暴风雨，警方加官员正伫咧处理现场。No hay ni una necesidad de salir las siguientes dos horas。意外发生伫咧双谷谷的高峰，已经进入上尾岸斗争阶段，正在所在拢有造势活动。不过除了这种天灾意外，竞选活动也过正在恐怖的代志，包括有20几位地方公职的候选人被杀害。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日本的东京有客家灯会，无阿惊死的人。自病情稳定了后，进一步调查案情。公司新闻台是同编译。联合国大会自三通过一项决议。指定讲，今年7月11日要纪念1995年波斯尼亚大屠杀事件。波斯尼亚的民众拢认为讲，总算是行动正义啊。不过，塞尔维亚的总统批评讲，说纪念日对和解无帮助，而且这反对和弃权的票数加起来是比赞成的搁较侪，代表这项决定有争议。Draft Resolution A/78/L67/Revision 1is adopted. 联合国大会第三以84票赞成、19票反对、68票弃权，通过一项决议案，指定每年7月10日是纪念1995年波士尼亚大屠杀的种族灭绝国际日。真侪波士尼亚民众最近伫遮看直播，拢认为总算等到正义。Konačno je došao red da ljudi koji su stradali dobiju svoje pravo i da niko ne može omalovažavati i poricati ono što su im učinili. 这场大屠杀是指1995年发生伫咧波士尼亚加赫塞哥维纳的雪布尼查，由塞族共和国军队伫波士尼亚战争期间所执行的大屠杀，造成大约8000位波士尼亚平民死亡。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加国际法庭，拢把这边的屠杀认定是种族灭绝。这份决议案是由德国加卢安达所提出，虽然有84票赞成，不过反对加弃权票加起来也有87票。这表示有真侪国家也是担心会对波士尼亚和解努力造成影响。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强调，这项决议也够有争议。This is not about reconciliation. This is not about memories.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just open an old wound and that will create a complete political havoc.将破获近来一半领土的塞族共和国，总统多迪克伫咧社群媒体 X 发文表示，联合国的决议是波斯尼亚人强加给英国家，也认为这份决议将会分裂塞族共和国，并且威胁将近来脱离破获。公司新闻定位林编辑。消防署辅导成立的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有员工亚康，讲火警探测器的认证有超工放白。这个亚康的员工今仔日阁出面指控，讲家己被停职调查，基金会阁叫伊爱贴小指控，才会当领自遣费。爆出窃听影片，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姓尤的员工指控公司的认证有放水的疑虑，本来应该90秒内起作用，超过时间无反应，伊才有标准作业流程，应该规批拢退回。啊，不过伊指控公司电脑要求厂商报件订测，为厂商伫开后门。第四科划掉，那其他科都有记录，为什么他把它划掉，然后最后总结合格？那这一科是不是就是他之前提到的说完全不会动作的情况啊？这是姓尤的先生第二次出面指控公司，他说自己四月底公布消息了后，就让人无限期停职，已经向监察院订正。对这件事，消防促进权益会也点名，消防署应该公开调查报告。消防署回应，五月二十已经到基金会调阅订正案的相关认可文件，阁进行调查甲访谈。若是查出有违反法规的代志，会依照规定处理。上严重的会暂停业务，绝对袂安好。停止调查啦！我们在调查期间吼，其实5月3号、5月10号都有请他出席调查跟人民会议的。最后的结果呢，没有不良品流入市面啊。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是回应，确实捌有抽样错误检测，暗过确认绝对无违规的品项流入市面。对于投诉的尤先生，公司伫内部调查几落届，邀请伊入席，伊拢拒绝，而且对外有一寡无实在指控。后礼拜要进行会议讨论安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联合病院的和平院区有一个姓杨的公务科长，伊涉嫌甲标案拆水管件10万块以下的采购案，超工要闪过公开上网招标，多利特定的厂商。也就是这，检方暂时约谈姓杨的科长等等三个人，落尾是裁定10万块交保。有什么想说话想说吗？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和平院区的姓杨公务科长，挂嘴暗行出北检。因为涉嫌贪污被约谈，幸好伊被伊依照渎职罪10万块交保。刚刚被约谈的一个装修公司姓周的负责人，姓杨的公务科长，伫咧民国111年承办病院办公室设备太外修补的标案，共总共30几万的采购案，拆做四件较小件的采购，每一件标案的金额拢压伫咧10万块以下，结果再和同一间装修厂商来承包。涉嫌意图规避政府采购法，一个姓杨的科长因此涉嫌贪污治罪，加刑法刑事业务定在不实定罪。和平义区也做回应：我们全力配合，静待司法调查结果，力求勿枉勿纵。北检指挥台北市调查处分做三路搜查，姓杨的科长因为涉嫌贪污，和北检约谈，幸好依照渎职罪10万块交保。同一个案件，姓周的厂商也裁定1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较早那私人的土地免钱要提供给民众通行使用，只要地主写一张同意书就好。不过，桃园市政府为今年3月开始是要求要爱经过公证，不过若要公证，就爱印鉴证明，大家拢惊出问题，唔敢提供。地主都认为这新规定实在太过麻烦。车路拢是坑，车来来去去，尤其落雨天积水，骑机车经过有点啊危险。下雨的话会积水，然后这边的车跟这边的车，为了避开那个水洼的地方，所以他们容易发生碰撞。
这条是在中立区自家兄弟拥有的私人土地，打算免费提供公众通行使用道路。之前叫地主提出同意书地在，不过今年三月开始，政府都要求要有公证，引起民怨。我们兄弟的，人家打朋友人不好走啊，会飞啊。啊，现在要就整个不配有路面嘛？因为他分居在各地嘛，对不对？好不容易集中了十个人的同意书给我们了，结果你现在要我们为难我们说，要把这个去找民间的公证人公证。相片内底是这条路原本的模样，照过去定书，地主将图改签掉，交同意书，只好派人来铺路。不过即马需要公证，负责收集所有地主同意书的主线施工，公证要其他人提供应感证明，大家拢会惊房产会予人趁机回过户顶，煞人家凊彩提供嘞。为了确保一个日后公众通行的权利，那预防诉讼及提升道路的维护管理的一个效率，那土地所有权人是需要提供经公证人公证的土地同意书。针对私人土地免费提供需要公证，市府回应已经维护道路面，因为过去曾发生地主签同意书，不过地主过身后后生无要紧的情形，为三月开始增加案件，地主同意书要办理公证，也讲到委托别人代办不一定要应感证明，未来会延期跟法律庭兼顾法律效力。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五日节，宜兰河西门到庆和桥拢会比赛白龙船。这个所在积水问题真严重，河川局答应地方五日节过地清土沙。不过，宽团算是烦恼高，那阵清土沙会影响到保育类的生态。每年五月节，宜兰河西门到庆和桥段拢会办白龙船的比赛，因过河底吨沙的情形真严重，地方希望疏浚。感觉该清来清，因为政府的开落经费遐侪钱，袂使浪费公款。地方讲，这个河段之前开5000多万做清水河化，现过怎么拢砍土沙？若无清，以前开的钱就是浪费，民众也无法度挖滚水。河川局是讲，五月做过了，会启动这段河段的疏浚。宜兰河因为开发较少，现场一个人听到真侪虫甲鸟的叫声。官团认为，疏浚肯定影响原本的生态环境，尤其当地经过生态检核调查发现，是三级保育类台湾梅石边全台湾少数的野化栖地。希望疏浚工程对伊的栖地减量尽量降低。就会一再希望，一再提出说，疏浚能够，确实的，对，在濒溪带底下栖息的这些鱼虾的扰动，希望能够做到最小哈。这次的疏浚大概是用水上作业的方式哈，所以说也就是不会大规模的同时开挖。河川局讲，这边疏浚一直五月最贵条才开工，工期差不多一年，并且以水上作业的方式进行，未大规模开挖，甲生物栖地并开区，也保持距离，保护当地生态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惠林白寮落水溪出海口有要超过200种鸟类，生态真丰富。不过今年之月有强要绝种的高鼻鹰，互鸟网啊断掉嘞，送去急救站医三个月。二日下晡总算是甲压棒。准备哦，三、二。经过三个月的照顾，濒临绝种的高鼻鹰恢复健康。22号下晡由野生动物急救站、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等单位带来到落水溪出海口压棒，予伊重新返去大自然生活。后续将追踪当地是咪阁有高鼻鹰的栖息地。栖地越来越多元，那连草鸮都回来了。那在我们卓尾溪出海口，不仅是草鸮而已哦。那我们在这边还有东方白鹳，每年的一个冬季冬候鸟来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鸟都会来到浊水溪出海口。苗寮文化协会表示，这只高鼻鹰是今年二月份被发现受困的鸟网。有脱水脚步顶部为骨质性命危险，也是惠林县第一届发现。经过教育学的三角协会，国转到南投野生动物急救站来救治。这一次的野放的草鸮记录，算是宜兰县的第一笔，也是我们林毛署在南投分署上面的第一笔。那好不容易有这么好的一个栖息环境，希望未来可以透过大家的努力，共同来守护。
也表示目前已经将亚邦的高明英搬上卡方向发布去，要来确认是毋是我坐高明英其实来自的所在。至于温广富农业处的合约，若民众家己设鸟网，也是设置陷阱，会涉及野生动物保育法，呼吁民众卖以身试法。记者黄有你报道。乌头鹤是台湾特有的野鸟，嘛是一级保育类。不过最近有人发现一只乌毛甲白毛相同的杂食鹤。专家认为，这是因为人类来放生一挂白头鹤，造成基因改变，来影响到乌头鹤的特有性。乌头鹤头是乌色的，怎么正多是因伫咧探险的季节？台南市有一位民众，因厝内有一丛树啊，顶头拄有一首乌头鹤。鸟仔爸母来来回回两趟回来饲鸟仔仔，因故民众所发现，鸟仔爸母其中有一只身子怪怪，头壳顶的乌毛只敢那一撮啊尔。雏鸟是乌头翁，没错啊。青鸟，有一只是乌头翁，有一只是那个白头翁。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鸟类专家讲，乌头鹤是台湾的特有种，是日益保育鸟类，分布伫台东甲恒春附近。台东的民众所发现的鸟仔爸母其中一只，其实是白头鹤甲乌头鹤交配了，基因受污染的杂头鹤。严格出现伫咧乌头鹤生态系统过台东，这种情形是无啥乐观，尤其因过拖后一代，可能会造成乌头鹤消失。乌头翁的那个遗传独特性受到影响啊！如果说后续没有再继续有白头翁进来的话，那这个影响是可以控制的。专家讲，会出现遗传基因改变的情形，大部分拢是人为的。人类甲野生动物放生到因无应该出现的所在，怎么每年拢会发现一两件杂头鹤的情形？希望民众唔当乱野放生物，造成野生动物族群生态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板书道杯国际技能竞赛有八个人派出选手，咱台湾是表现到真出色，拢总摕到五块金牌。金牌得主是中华民国台湾陈思源。经验丰富，2023年亚洲技能竞赛领动空调之类摕到冠军，这是单书馆，伊伫台北市第一摆办理的国际技能竞赛也摕到金牌。伊讲其实题目无准备着，是靠实践的训练来提出实力。拿到题目的时候，先花一些时间先想这个东西要怎么做，然后想好之后再去试做。单书馆在比赛之前，家己评估有七八成的机会会当摕到金牌。上大的变数是金牌的韩国选手，这摆虽然是家己摕到，九月又搁要伫法国里昂的国际技能竞赛小组，所以家己要搁爱练习。像是铜管的焊接，然后铜管的那个水平垂直，最重要就是也是希望可以看到国际裁判他们如何去看到每一个评分点，在未来日后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选手曼纳尔在电子之类摕到优胜，九月嘛要去比国际技能竞赛。We come here just to gain experience and to get knowledge and help us improve for the upcoming competition. 竞赛工作会总召集人台师大科技学院院长陈庆明指出，国内外邀请赛真多，选手有真多磨练的机会。台师大工教会大学部每年转型做第一个技职师资公费专班，只要技能国手有意愿，唔免考试，就会当用廿外名额入学。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查某囡仔，号做齐尤立，出世干那一只脚，人拢叫伊一只脚天才。即马伊读到国小五年啊，虽讲伊身体有障碍，不过伊是认真学习，乐观未放弃的精神是影响着真侪人。今年嘛摕到总统教育奖。用嘴甲铅笔阿爸拍开，搁甲伊放伫桌顶，扫落来用卡镜头啊甲笔接掉个写字。这位是齐尤立，今年十岁咯，是高年啊学生，大家拢会叫伊一支卡的天才。读到一支卡的齐尤立，去年开始从日语学行路，复健过程真辛苦。除了破病甲复健，齐尤立拢一定会去上课，也是因班的数学小老师。虽讲干那做病一支卡，伊乐观未放弃精神，嘛得到今年的总统教育奖。因为小时候常常就住院了，然后就看到很多医生护士啊，然后后来就让我想要当医生或护士。这样子真的是很辛苦了，
我们真的心里面也觉得很欣慰。他也是需要说非常的非常的努力这样子。七幼弟自出世就一只脚，过去爱坐轮椅，经过长时间复健，练习一只脚要安怎站起来。阿爸自细汉就教伊用脚写字，面对这么侪难关，七幼弟总是有笑容，也精神嘛感动真侪同学。就是他的自信跟毅力，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学到这些东西。我们都会自己主动一点，就是说修理你怎么了，哎，要不要我们教你，还是要怎么样。教育部已经公布今年总统教育奖名单，总共有56位获奖。市幼弟要向甲伊同款身体有障碍囡仔讲，爱加油，卖放弃，伊做会到，你嘛一定会使。记者张怡辉、柯兆勇高雄报道。嘉义梅山的瑞丰国小附设幼稚园虽然是偏向学校，不过为着要让囡仔自细汉就开始讲台语，幼稚园是甲国教署申请台语的浸水式教学计划，结合在地产业的特色出版教材，要让囡仔学台语，嘛搁较了解家己的故乡。食饭的时间，幼稚园的教室放台语囡仔歌的影片，囡仔哪食哪听。这是梅山乡瑞丰国小幼儿园，是特殊偏远的学校。为了要让囡仔自细汉就讲台语，学校向国教署申请浸水池的台语教学计划。那计划里面呢，有包含一些教具、教材和图书设备的设置增加，可以提供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有更多丰富的教材和设备资源等等可以使用。除了平常时让囡仔有接触台语的机会，幼儿园阁结合在地产业的特色。用台文化配合台语文出版教材，让囡仔在学台语的过程当中，也认识家己的故乡。我会讲故事啊，让囡仔听台语的歌，啊，也会教因互相讲台语。学校的部分跟家庭的部分，互相安尼去做互补的部分的话，对小朋友来讲，加深印象是有加分的。幼儿园表示，伫水凤家主要使用语言拢是台语较济。透过浸水池的教学环境，家长认为安尼真好。不管伫厝内，也是伫学校，拢替囡仔创造一个全台语的生活环境，让囡仔会当自然讲母语。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有当机关心真宽记地剧团，今年8月要针对10岁到12岁囡仔推出真宽历史夏令营。要带囡仔做伙去国家真权博物馆、国家档案局等等的所在去听导览，嘛要用广告词、听真权音乐，足侪无同方式，含囡仔做伙来认识台湾的民主甲真权基地。哎，有人讲伊爱介意食咖啡，有人讲伊电脑拍字的，唔是电脑，是用拍字机。面对带囡仔参观展览用基金会看当年内容自焚的现场，了解台湾追求言论自由的故事。这是罗里亚剧团去年办的营队，因那今年暑假因原来要为囡仔办真宽历史夏令营。即摆阮想要讲搁较侪台湾人物的故事，也是讲民主的过程，是用吼较大汉的囡仔会当思考，去甲同年岁人交朋友。做会讨论安尼。罗里亚剧团今年暑假拍算要带囡仔做会去国家人权博物馆、国家档案局等等听导览，卖透过绘本、音乐、各戏剧的方式，带囡仔了解地方文史、白色恐怖和民主发展的过程所发生的侪侪人权的故事。阮会带因去足侪无同款的所在，头拄仔已经有讲嘛。啊，过来就是阮嘛有找我有一个好歌手的朋友。啊，迄个时阵因为伊常常用人权。啊，放伫伊个作品内底，我嘛请因来现场，甲大家分享讲伊是安怎思考。目前团队也正在讨论活动实际要安怎进行，希望夏令营毋是干那趣味就好。因认为10多岁囡仔已经拢有法度参与深度的思考活动啊。今年真宽历史夏令营拍算要邀请10岁至12岁囡仔来参加，希望含囡仔做伙来认识台湾的民主含真宽基地。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日本有一个已经40岁的霹雳运动，杀向更加高的高度。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世界第二大佚佗物啊制造商美泰奇日前宣布，要推出包括美国职业网球选手在内的9个查某运动员的芭比娃娃，希望会当鼓励女性加入体育行业。
头底拍网球砸日头的帽啊，手搁摕网球杯，摕过七座大满贯女单冠军的职业网球女选手大卫连斯，手摕一个不管是穿差还是外形，拢含家己是完全相同的芭比欧因妞啊，是欢喜甲笑甲嘴拢无法度合啊。I mean, there's moments in life that you can't even dream about.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you know, made as a Barbie doll. This is amazing. It's crazy. Yeah.So nice, literally looks just like mine. 澳洲查某卡球员福勒嘛，一直学到讲有够厉害，天生就有白化病含严重视力障碍的西班牙帕拉替人三项运动员罗德里奎，除了摕到含家己正相共的芭比奥因纽啊衣冠，佮伊上好的伙伴杜蒙肯。Espero que las niñas cuando nos vean juntas a mí y a mi muñeca Barbie vean en ello un ejemplo de alguien que pese a tener pues unas ciertas dificultades.Que a priori van a poner algunas cosas muy difíciles mediante el trabajo, el esfuerzo y sobre todo la confianza en ti misma, puedes lograr muchas de esas metas que en principio pues pueden parecer difíciles de conseguir. We are very proud to honor sports women who are really breaking boundaries in their fields. We are sharing their stories. We are sharing how they got there.To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 波兰顶级运动员斯沃伯达奥因纽啊，连辛苦顶车的道路含伊同款。下个七毫米的制作商比泰吉直接宣布推出九个有名查某运动员芭比奥因纽啊，各包括巴西和墨西哥的体操选手安德拉吉和莫内洛，加拿大卡球员辛克莱尔，法国 boxing 的好手莫塞利和意大利退休游泳运动员佩莱格里尼等等，国内女性投入体育，恭喜新闻新罗贝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下半波的温度。北部地区25度到28度，中部地区26度到30度，南部地区28度到34度，东部地区26度到30度。华德地区21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君，后礼拜一下晡3点，咱再会。